周围那么多人，我却一眼就看到了你。苏在在在给别人写情书呢，你认识这个弹吉他的？这是别人的隐私。听说我们班和酒吧的数学卷子混在一起了，范老师说让我来帮你整理。不用了，快好了。没事，我帮你。苏在在错这么多题啊，这后面的大题几乎都不对啊。我觉得如果是你，应该也不希望不相干的人随便犯你的成绩吧。我说的是事实啊，他数学本来就不好，上次期中考试他连年级前100都没进。不算理综成绩，他在我们学校能够排前20。但是就算算上，我也能进前20啊。成绩不好还不让人说了，这平时作业都能错这么多，这是什么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坐在草地上弹吉他，周围那么多人，我却一眼就看到了你。苏在在在给别人写情书呢，你认识这个弹吉他的？这是别人的隐私。因为是苏在在的，你才这么说吧。你要是不想帮忙，你可以回去。写那么大，让人过目不忘。这千羽哥还没走，他们就预谋转社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哥们儿不是隔壁吉他社的吗？吉他啊，苏在在在给别人写情书呢，你认识这个弹吉他的？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吉他方面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直接问我就行。还好问了一下，不然千羽哥看见我信里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乐理知识不就丢死了。张哥让，感情我跟官方是不透明的。什么时候这么有自知之明了？你们俩在这聊什么呢？这么起劲儿？保密。哼。哎，对了，这节课体测，你们男生做引体向上，让让，你能做多少个？保密。